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陆子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屁。叔叔，咱们今天玩什么？今天呢，我们又来了一个大箱子。又打开，打开。哎呀！但是做了这么大的，这么大的一个箱子。哇塞！又来了几把枪，这是有4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把枪子上面还趴了一个人。哇，有点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这把呢又不一样，有点像我们玩的 HK416。这个枪好小呀。这个枪有点小，这前面有点像加特林。加特林。对。加特林。然后这里还有一把枪，哇，哎，这一把跟我们刚才的好像有点像啊。你要我要开这个。你要先开这个，好。哦、哇，这是一把声光玩具枪，上面的这个还有点像坦克上面的大炮。啊，电池啊，好，我们把电池装一下。两边的炮都在震动，哇，还有声光。这里面还有士兵在移动。再看这把，这把小，哦呦，哎，真的是有点小，不过它的造型真的是有点像加特林，枪管、弹匣还有这里都在发。哦，这太有意思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把又是什么。这个还像这个，这个还像这个。哦，它两个有点像啊，我们拆出来看一下。哦，哇，还都有动。这两把枪好像是一样的，是不是一样的？是的。对对对，一模一样的两把枪，只不过呢颜色不一样。哎，正好不用抢了，你一把我一把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好笑了，这把是最有意思的，你看，因为还趴着一个人，上面趴着一个人，中间还有一个仿真的子弹，做的也太酷炫了，下面带了一个红外线，不知道它装上电池之后效果又会怎样的，来赶紧试一下。哇，这一把我觉得是最有趣的，仔细看啊。它里面的子弹头还有这个人的手臂全部都在震动，尤其是这个人物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哇，这个就是什么人物啊？这四把枪里面你最喜欢哪把？这把和这把。这两把大的啊，这两把不喜欢，这两把不是一样吗？这两把给你。哦，这两把给舅舅。哎呀呀呀，哦，你是这两把。